这段脱口秀呢，也很轻松地击败了全国98%的脱口秀演员。很不幸，剩下的2%全在我们公司。哈。接下来上场的呢，就是刚刚也频频提及的那个呼兰啊。本来是程序员，后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脱口秀，从此就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程序员，但是多了一个对脱口秀行业举足轻重的演员，带着全行业理财呼兰以一己之力，让脱口秀演员们在收入最高的时候陷入了低谷。导致我们这些人现在是吧，在大环境因为疫情也陷入低谷的时候呢，竟然已经有种适应了的感觉啊！让我们掌声有请胡歌。李诞碎碎念，没事儿，一会儿再给你推荐两只好股票。很开心，很开心在这录节目。但实话实说，我其实更想去隔壁棚去录说唱。巅峰对决，怎么没我？那很谢谢啊，谢谢，真的感谢青岛的朋友们收留我们。我们之前的确也来的不多，对吧？还有青岛的朋友们说这时候想起我们青岛来了，早干啥去了？早不让出来呀、啊？能出来，我们不是第一时间就来青岛了吗？对吧？真的太难了，真的我们得互相理解，对吧？你都瘦了，你看没？这太难了。我们这个节目是真人秀，3个月了，我们就秀出来了一期。我们都不应该叫怎么办脱口秀专场，我们应该叫怎么办怎么办脱口秀专场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叫职场嘛，你看了第一期你就知道，我们这个编辑部的设定也是一个职场，每期选2个主任，7个平民，对吧？7个平民，主任轮流做，就整的跟我们小的时候玩那个过家家似的，就是我先管你叫会儿爹。等一下你再管我叫，对吧？都过过瘾，只有智胜当真了，来这儿过官瘾来了，对吧？智胜说你得理解我哥，我是山东的，山东济宁的，济宁你们不喜欢，不光喜欢听谐音梗，还喜欢看短视频是吧？真的，而且我们不说这个节目都是虚构的，都是秀，对吧？我们公司的真领导是其实挺好的，就特别好学，说怎么总出去上课，什么没用学什么，取之糟粕，弃之精华。之前就学那个互联网公司喜欢给那个会议室和员工起花名。命名的规则基本就是老板的喜好嘛，所以说我们的会议室名称都是各种酒，已经很感激老板了，没拿酒名来命名我们，没管我们叫威士忌啥的，也很难听，对吧？你说领导跟你说那个路易16，你带着皇家礼炮来一下我办公室，而且啊，刚才我认识水玉，刚才上场那个水玉其实也是花名，他们公司其实用的就武侠人物做花名，就出发点就是领导觉得说大家都叫什么王总、李总，阶级感太强，所以说用武侠人物打破阶级。那命名规则是啥呢？当然就是王总、李总先挑。
他们把什么张三丰啊、徐卓啊这些厉害的全给挑走了，就剩下水玉这样的名字，就是你虽然不认识，但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好像不值得认识。不是，你说张三和李四出去开会还听不出来个阶级，你说现在张三丰和水玉出去开会，真的很难不知道谁是领导。然后今年也不知道我们公司从哪儿学的，我们一个喜剧公司开始搞 OKR 了，说这个是谷歌就用这个方法管理的。我说那是不是说明这套方法在中国就行不通啊？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OKR 是啥，其实就是类似于 KPI， 就 KPI 是指标， OKR 是目标。很多人说那有啥区别，就你们有看过那个赵本山那个卖拐吗？看过对吧？你要把轮椅你要直接卖给范伟，他是很难接受的。你要跟他说你的目标是双脚离地，他琢磨琢磨自己就坐到轮椅上去了。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，我本来说后来你争取今年每天写一个新段子，我说这怎么可能呢？后来过段时间说今年你要争取拿冠军，哎，我说这个好啊。公司说拿冠军你应该怎么做，我说每天写个新段子。其实啊，我们公司不用学别人，对吧？我们有自己的文化，对吧？效果文化，效果文化的嘛。我们公司啊，文化就是想要通过营造一种快乐、舒适，而且不健康的生活习惯，留住你。真的，就你一旦适应了下午三点上班，你就很难再找别的工作了。以前我总跟他们说，我说你就危险，我说你别对我好点，我要不然以后再找个金融的工作。现在没法找了，你说我下午三点去金融公司上班，同事说你是来收盘来了吧，大盘没你收不利索是吧？公司非常狡猾，公司非常厉害，就是整个工作熬夜喝酒交织在一起，就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啥让我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以前啊，我还推荐李诞理财啥，现在我说以咱们这个生活习惯啊，我说我还是推荐你买保险吧，打开微信服务找懂保险的腾讯微保帮你选。而且啊，其实我刚才说我们公司好，其实我还挺喜欢我们公司，还有一点就是公司还挺公平的，每年比赛你们也看对吧，每年比赛重新排名，总跟我们说劝我们说你们要拿冠军，冠军会有更大的舞台。大家纷纷表示不想再努力了。最后再祝福，马上毕业了嘛，最后祝福毕业的朋友们都找到工作，对吧？有工作的朋友们保住工作，都不容易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霍兰。感谢刚刚这一瓶33年的皇家礼炮带来的精彩表演。去后面跟一场原浆交流交流。再有2年就要优化掉了啊。